加油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第三套这个上衣太短了吧？哎，不是，你看我光这样遮上面，下面的这个内衣都跑出来了，真的要来了，我觉得很尴尬。今天真的是满满的诚意，因为这个上面露的地方比较多吧。特写，日落就跟我结婚吧。好啊。都没有放进去。再试一次我看一下。有有有，他还有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他没有。我换个口，换个口。该不会我冲的都是没有再进去的口？这样有像吗？有哎，听起来有。可是他的风往外面灌了，了，所以是旁边破了吗？还是他要压下压下去？他是要压那个洞吗？这个可能太短，可能是不是？好，这样呢？好像有了，好像有哦。因为我上面没有感觉到风。真的有吗？我觉得他好像有啦。哦，好像里面都有了。这个脸太色了。冲这个人，快结束了！加油，加油！越来越广告。哇，是我们对，可爱。就快结束，好累，好冷，出来冷气哦。等一下，我们把它拿到泳池，没有人用，我会很生气哦。或者是会不会等下柜台不给用啊？啊，应该不会啦。哎呦呦，快跑快跑！我现在拍奇怪的东西。给大家看啊，我做的这个水枪，超级可爱。是我在大创的时候买的，然后自己加工成这样，有蝴蝶结跟这个钻，然后还贴了一个大耳狗贴纸，直接价格变成980块，粉色的，还有这个水晶要拿出来，还贴贴纸，超可爱，小朋友哦，980块。好漂亮哦！其实这些都是其他的小配饰或者包包上面掉下来，我都会留着，把它贴上去。黑粉配色，底下还有这个蝴蝶结，超可爱的。这个就是美乐蒂。哦，我的黑青超级明显的耶！什么时候？前几天。是内裤吗？这是内裤吗？他刚刚拿内裤假装感冒啊！这么可爱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啊！啊！超大的耶！我天哪！林先生帮我出门吗？他们两个来。我觉得我是一个障碍物哎。出发！啊！你内裤的是吗？哈哈哈！笑死！卡墙系列，超可爱！我要录你走过去，超级可爱！来来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！我要录你走过去，太可爱了。这就是有女儿的感觉吗？下一个，一样。想要吗？这是我的。要欺负小孩。我已经帮他们装上水枪了，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他们有水枪，我没有，所以等一下丢法会是，我有你啦，他一直乱掉，你现在很像脖子受伤的人，哦，对，真的，会不会抢到你？可能会啊，好深哦，好深哦，可以可以，这里好。
可爱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对，这里像你的小朋友哎、欸。这是我的亲子那个 IG， 它可以在里面吸水吗？可以吧，你把这个拔掉就好了。可是你后面就会拔掉，我就会流掉。对，哎呀，我拔不掉。所以我可以从这里面这样吸水出来，然后再可以耶，好聪明哦！哎，这可以重复利用哎。对啊，哇哦，可以从里面这样。你好恶心哦！没有，可以这样，然后。今天这一个主题是杰力发起的一个活动呢，我们就是要每个 YouTuber 都找四套不要的衣服，然后呢去抽给其他 YouTuber， 然后已经抽好了，我是收到天才娘娘的。大家知道天才娘娘的穿衣风格都非常的哇哦吧，然后她也非常的哇哦，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驾驭他的衣服哎，然后我的话是抽给子贤的，我的衣服是上一集串联影片那个丢掉100件物品里面的衣服，找四套给子贤，我觉得都超级可爱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了，我的课题天才娘娘的衣服到底可不可以啊？然后现在是穿睡衣。然后眼妆跟平常的妆容也不太一样，我原本想说要不要烫卷，就是因为天才娘娘的衣服比较性感嘛，感觉卷卷的会很好看嘛。嗯，等一下再看看，那我们就开换。首先是这个纱裙，我还没有想好它上面要配什么，看一下哦。好，你们觉得这件是这样子穿吗？哎，这个线，这个线从哪边穿出来啊？这个线要怎么绑啊？这个线怎么绑的？这是什么？这个线怎么用啊？哎，这个线怎么绑啊？它就在肩膀这边，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绑哎。这样吗？绑在脖子上吗？我了解男生不懂女生衣服要怎么穿的感受了。这怎么穿啊？大概这样吧，绑一个蝴蝶结。我要被勒死了。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感觉很奇怪哎，我会被勒死吧。然后再夹一个这个蝴蝶结，配一个蝴蝶结啊，发箍好了，发箍比较简单，把它搭配一下。哎呦，这样子如何？我没有配鞋，我去看一下配什么鞋子好看。配一个这个，哎呦，喵喵的这个玛丽珍鞋。这个裤子真的是超爆短，超爆低腰，你看啊，我还一直缩肚子哎，要多瘦才穿得下？不是，我是说就是肚子要多瘦，要多细才穿得下。等一下，第三套是怎样？第三套这个上衣太短了吧？哎，不是，你看我光这样遮上面下面的这个内衣都跑出来了，我的天哪，还是其实里面不应该要穿内衣的。好了，来哦，这件是一套的，天才，这太露了。好了，来了，真的又来了，这样我真的很尴尬，你们觉得呢？
我还配了这个闪亮亮的喵喵发夹，然后还有这个爱心，可以吧？然后我这个腰不知道是怎样，底下很合，可是上面有点松。这件好适合去度假之类的。逛街也合适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套了，第四套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跟你们说，天菜娘娘真的是在搞我。这件已经很露了嘛，你看上面露，然后下面这个内衣地方也露。这是怎样？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这只是一块布哎，后面还是空的。他就只有用两条线，然后跟这个薄薄的上衣，你看，如果我有点的话，直接露点，还会有颜色，怎么办？这个好啊，那我去换咯，第四套。啊，好露哦，好露哦，我想穿制服，我想穿可爱的洋装，啊，去换 ，go。觉得很尴尬。我觉得这件光泽还有裙摆是我会喜欢的，但是什么时候可以穿啊？去高级餐厅的时候吗？或是去约会的时候？我觉得很好看哎，但还是有一点小害羞就是了。老年说对，然后配了一个粉色的皮鞋，感觉就很搭。真的很害羞，真的很害羞。啊，好看呢，有点好看哦，对不对，豆奶？妈咪好不好看？妈咪好不好看？妈咪好不好看？理我，等一下，他在呼噜哎，你喜欢是不是？你喜欢呢？你喜欢了还装？傲娇，装不在意，然后就在呼噜。今天的影片就这样结束了。今天呢，可凡也被受邀去走中奖，担任那个颁奖小天使，然后也是有红毯的礼服跟颁奖的礼服要挑。去年我看大家帮我挑的那一部观看还不错，那我就想说，那今年我们就排多一点，让大家多挑一点，有没有像是一种福利的感觉吗？嗯，我们今天来到了艺匠，这里有很多礼服可以挑选，然后我们暂时先准备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套，等下就一一穿给大家看，然后呢，大家可以帮我挑一下哪一套比较好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然后今天呢，有小帮鼠，我刚才把小帮鼠，小帮鼠，我是今天的小帮鼠 ，Lucky， 耶耶，期待你的礼服哎，耶、yeah, ，你等一下就可以亲眼看到，因为我的成长，哎呦。这个我肯定是要亲眼看看，我肯定是要亲眼看看，因为我看很多人穿这一家的礼服都超漂亮的，真的，而且款式很多，对对对，都不太会撞款，我觉得很赞，期待你的长大，要换衣服了，可以跟进去的吗？你可以，相机不行。我想有一种在等新娘子换礼服的感觉。你是新郎吗？我是新郎。还不是伴娘，还是新郎。哇，恭喜！想偷看。你现在是有穿的吗？没有啦，像裸体。以上开放想象。打开喽！哦，哇，这一套很赞哎，是气质款，然后又很亮，哎，有成长，有成长。也可以颁奖啊，对，这个颁奖蛮适合的，嗯，因为蛮典雅的款式，然后不会太抢眼，然后也是刚刚好的。对，然后素素的，可是在舞台上应该也是很亮。对，你前后都有长大哦。谢谢哦。那我觉得刚刚它这个就是感觉越拉然后越瘦的感觉，就这个版型很好。对啊，很好看哎。第一套喜欢的再留言。
喜欢，现场先喜欢，怕他刚刚可能看不到，这上面都是一颗一颗的亮晶晶。这个功法是很多比较特殊的功法，还是像水晶珠这样子串起来，嗯，比较上面就不会看到线的。哦，哎，真的耶，很赞。如果是一般机器缝，你会看得到线已经跑在布料上面。这套我先给分，好，先给100。那我们来拍照记录，等下再挑。好，那我们会先用猫咯。耶、yeah ！哦，这一套，可是这一套也是要现场看哎。那这个须须，这是什么毛？这是鸵鸟毛。哦，也是蛮多鸵鸟毛的。稍微有点像是红红粉的感觉。嗯，本人颜色很好看。我一穿上去觉得很像是要拍杂志封面的感觉。对，这一件很适合拍婚纱，我觉得比起典礼。啊，你先走开。哎、欸，你现在身材真的是无敌耶！有比去年还要更巅峰吗？有，夸张。Maggie 每次看到我照片都说我好像又变成熟了。对啊，而且是往好的方向成，因为你本来是可爱的感觉，小朋友的。对，可是你的长大就会觉得说，你知道邻居那种妹妹长大的感觉，哎呦，好漂亮哦！阿姨直接出现了，阿姨直接出现了，这一套真的是满满的诚意耶。可以再更有诚意一点，可以看到腰线，真的假的？可以的，这么厉害？可以再把它打开。比较害羞，所以缝的比较高一点。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太高了，可以往下降。那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我可能比较喜欢上一条，上一套，因为我喜欢。你今天是怎么嘴瓢小公主？因为我喜欢那种很闪亮的东西。哦，很适合你。千金的感觉。好，我们来拍照。好。不过我第一次进来这种试衣间哎、欸，好赞哦、喔！好，哇、哦！怎么？再一次吗？再一次吗？可以再一次。我猜这个还是会剪进去哦、喔。我们准备打开喽！哦，比较粉红色，真的很哇！这个都是花，好可爱，像一个花仙子。后面那个后背。加上那个蝴蝶结都很可爱。哇塞！整件都是用黄色水晶去缝制的，然后画画是用立体花来做设计，然后后背有一个开蝴蝶结。其实我刚刚看到它都很像美少女战士。真的，而且哎、欸，你远远看哦，觉得好像没什么。你仔细看，发现它其实整件还蛮透明的。对，它是若隐若现。哎、欸，我在干嘛？哇哇哇！把自己缠住了，把自己缠住了。若隐若现的感觉，而且它真的蛮透，里面的这个黑色安全。所以如果真的要选这件的话，里面就不穿。没有了。哇，对，这一件蛮可爱的，就是又性感，可是有点可爱。美败耶！这件是我的第一名。是你红毯第一名还是颁奖第一名？颁奖不能穿这个吧？哦，颁奖不行，太辣了，太辣了。对，红毯第一名。OK， 好，第四套。第四套。这个好像仙杜瑞拉哦，对，我觉得这套也很适合你耶，而且我很喜欢这个云朵，看起来很熟。女生最在意的部分，其实比起刚才一件，我比较喜欢这一件哎、嗯，包括观众朋友怎么想？是因为这个上面露的地方比较多吧？哦，重点就在上面，然后下面有轻飘飘的感觉，这很像云朵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是比较偏渐层的，然后现在蕾丝是比较粉色调的，然后有两个颜色。嗯，很梦幻，特写，特拿，哎，看一下上面的花花，它这个真的很多层哎，嗯，它里面是白色的耶，渐层，真的很像云朵哎，很澎湃，还有我很喜欢这一套，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我就觉得很好看，但是上一套有蝴蝶结太吸引。那把它剪下来，把它挪过来，可以吗？这不行，设计师表示被拒绝了。哦，这一套我也很喜欢。哦，这件打开来，这前面是前面比较短，可以露脚的。对，它
是九分的礼服裙，对，应该试手看看，它蛮轻盈的，然后有个小尾巴在裤管上面，也蛮好看的。哦，它是哦，它是有肩带的款式，它也可以把它收进去，就两种穿法。哎，我觉得这一套也可以耶。怎么办呢？你喜欢哪一个？上一套。我太难了。裙摆，你从这边这样走过去，然后看一下尾巴的感觉。然后我跟走。太难了。走。太难了。还是你就同台也可以走个两次这样子，然后我们颁奖的时候前半场换一套，后半场换一套。我是那个吗？结婚吗？然后他现在是敬酒，是不是？太难了，天啊！真的是选择困难，真的选择困难。奉劝男生们不要再滑手机了。然后现在蕾丝比较，现在蕾丝比较特别，是它是做那种图文式，那蕾丝比较大片、大面积。嗯，蕾丝的价值就在于，如果它面积越大，是越整件都是亮片纱去做的，所以整件会有那种金光闪闪的感觉。哎，真的耶！真的，你知道先做要的裙子，因为它蕾丝要大片，要符合这整件礼服的型。下好门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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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丢鞋子在门口。然后今年的礼服趋势啊，除了衣服本身的设计之外，还非常重视鞋子的搭配。那像这样的九分裙呢，你就可以搭配一双非常漂亮的高跟鞋。嗯。哇，难选难选，这难选了。等一下还有很多要让你选呢。好。哦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感觉的可凡。我刚才穿就觉得颜色配色很像那个乌苏拉，变成人类去诱惑王子那个。哇，这个会成功哦。哎，完全不一样哎。今晚日落就跟我结婚吧。好啊。秒搭！你有没有看这个腿？它是一个超级高叉，撑到这里，完全配你的大长腿，你腿超长的。哇，直接！你要再转一次，因为你再用一点，它会转得很漂亮。我努力。救命！救命！那我们先放弃这一件。如果真的选这件，再练习怎么转？哇哇哇哇哇哇哇！站了后面。Maggie 已经站在沙发上了。我没有办法。哎，我觉得这一件就是那种简单大方，然后完全就是靠你身材撑出来的衣服。哇，你可以近看一下。哦，它是一个缎面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好漂亮，很像德芙的广告。哦、嗯，哎，那个广告很久没出现了。颜色呢，特别是比较艳肤色的，然后它是用立体抓褶去做整件的设计。对，我觉得这件很赞哎，这一件很时尚，跟你平常的形象完全不一样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一套如果拿你们的那个走中奖的奖杯，它是一个那个对比色，很亮。不要吧，你穿这个，你刚刚这样子小走路已经有问题了，不要拿来颁奖，不要拿来颁奖。哇，可是这一件大饱眼福哎，上面也有，下面也有的感觉。对，看到不一样的你。哦，有点小恐龙的感觉，真的。然后前面有个开叉也是蛮好走的。你有看到桥本环奈之前有一个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唇膏。对对对对，护唇膏的那个广告，小恶魔的那一个。我知道了。我觉得这不一样。来看一下，它是前面有一点抓皱，因为它是立体剪裁的，然后它的布料比较特别，是半透明的状态，然后上面是绒布，再一个腰带。嗯，这个搭起来很赞哎，你觉得如何？我觉得这个颁奖感觉还不错，因为它的绒布看起来就很典雅。嗯。不露脚的设计，然后现在可以把前面的挡片给拆掉，变成露腿。哎呦，露腿是不是就加分？加分，肯定加分。哦，到时候这边还会再有个暗扣，这样扣起来。你知道我现在多想？让我帮你
以比得好他。哇，有女王的气势。拜倒在我的十六星下吧。睡啦。这套也很不错哎，有不适合你的东西吗？好怀疑哦。麻袋吧。我们正在准备。已经结束了。已经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。你自己最喜欢哪一套？我都喜欢哎、欸。是不是很难选？真的。我颁奖的话，因为我一开始很喜欢你第一套，很闪亮，而且重点是很显你的曲线。我觉得在舞台上面会是非常非常亮眼的人这样子。可是我刚刚看最后一套那个红黑，我看越久越觉得好像也跟舞台蛮搭的啊、哦！居然，我自己也难选择。